新北市用心推广双语教学，唔呐首创推出双语奖励计划。新北市英语资源中心嘛，甲主任辅导团热血教师群合作，研发主任领域双语教材 LV 包，希望增强老师双语教学的能力。再次谢谢我们辛苦的编辑团队，谢谢你们。为了推动双语教育，新北市教育局推出双语奖励计划，自行研发双语教材。除了在三中首次国小举办颁奖典礼，同时发表全国首创的双语助人教材 LV 包。第一本、第一套，有我们的整份的教材，有老师的教学手册，还有16本单本装的。里面，如果你注意把它看。我们有做好 PPT， 有做好学习单，还有一些指引。新北市甲国立台北教育大学、台北市立大学合作开办的双语学分班，今年培养54名本国双语教师，预计2026年达到500位，将大大提升国小双语教师的阵容。几个学校跟我们合作，我们先开始在培养我们的英语师资，第一期已经培养54位了，希望在2026年我们可以到500位。不是只有这500位，是要新增培育出来这500位，然后借由我们的教学过程中，有学科的领域，有英语的专业，两个协同教学，所以很多的搭配，让我们的教育可以在第一线落实。好，我们恭喜鼎溪国小获得评分数。双语奖励计划颁奖典礼当中，54间学校得到金英学校奖，8位老师得到金英教师奖，以及双语推手奖。教育局表示，新北预计在2030年达到学校有双语课程的目标，同时透过多元方案的实施，让学生把双语落实在生活当中。记者罗伦宏采访报道。